哎，你好，可以听到吗？Hello，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好，咱们稍微再等他们几分钟，好吧？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什么情况，大家进来的很晚，咱们再等几分钟。嗯，好，咱们再等几分钟啊。嗯。Hello，哎，Hello，Hello，可以听哎，到你吗？好，哎，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上回的那个上一次课我没参加。一个是就是说，你要求装的那两个 app 是两个都必须装吗？一个是黄油，另外一个是 Snapseed。Snapseed 对，那个黄油相机也必须装吗？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那个 Snapseed 啊，那个上节课讲的，那个是一个专业性的这个调色的软件，调色，对这个软件。然后咱们这个黄油相机呢，这个是我们它的玩法比较多一点，对我们玩法比较多一点，这个照片的装饰比较多一点，哎，是这么个情 OK，况。好，那就是嗯，两个都好。必须要是吧对对对，咱们这节课就讲这个黄油相机啊。？OK，好，还嗯，有就好。是上一堂课那个你有录像吗？因为我上回没来。对，然后这个录像，如果大家没有进来的朋友们，我们这个一会儿那个老师给大家发一份这个录像，对，给大家发到群里面。OK，啊，嗯，那咱们稍微等其他朋友几分钟啊。
我们现在朋友们这个下载好这个软件了吗？ Hello， 我这已经有了呀。嗯，好，那咱们这节课就开始吧。他们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完了给他们发这个视频的回放。嗯，老师，我问一下，您说，我就是下载的时候，他说这个软件会就是跟着我的那个行踪，我就有点，我还没下载，我应该很快。这个是吗？就是跟着你的行踪啊，就是他会，就你到哪，他在哪，会给你定位。您可以取消那个定位的设置呀。哦，取消。对，我们设置里面有个这个定位，隐私有个定位，您可以取看。您是苹果吗？不是，我是安卓那个摩托罗拉。安卓是吧？哎，那你点一下这个定位，然后我们去找就好了。看、哦、这里面取消是吧？我们去，对，我们这不是有永布，我们去找这个定位服务就可以。嗯。OK， 我有点怕那个，这理解您的这个顾虑啊，所以咱们去找这个定位就可以了，咱把它关掉。好的。嗯，他这个为什么跟您说一下为什么有这个定位啊？我想的是，因为这个黄油相机里面，它是不仅仅是一个 P 图的软件，它还有有一小部分这个相当于有很多这个网友们可以发进去这个软件里一些自己喜欢的照片，哎，相当于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小平台，有这么一小块业务，对，它有这个内容，所以说它这个定位的服务可能是你在发照片的时候它能说，哎，你是在哪个地方发布的，这个它就是个这个作用，所以您可以关、哦、您可以关掉。好，下载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咱们一起进来看一下。好，我们这个下载好了吗？下载好了。嗯，好。不过这个你也可以先从我这儿看一下啊。如果你不想打开的话，你先看一下。完了后续的话，你想设置再设置一下啊。好。我们为什么下这个黄油相机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老师呀找的这个第一个 Snapseed， 对，这个是吧？这个小绿叶的这样子的这个软件。这个 app 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特别专业性的一个调色、调光的软件啊，所以说这个软件呢，建议大家就是拍一些风景类呀，对吧？拍一些风景类，拍一些这个比较端庄的这些的这个景物，哎，我们可以用这个 Snapseed 的，对吧？我们用这个来调一调色，哎，我们这个黄油相机是干嘛呢？让大家下载啊，这个就是让大家就是有时候拍这个。一些人像，哎，一些这个美食，对吧？一些美食，是吧？一些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事情、小东西，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黄油相机，哎，来进行一个 P 图。它里面的功能也是很多啊，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好，我们先点开这个黄油相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吧？可以。哎，好，我们点进来看啊，黄油相机。看进来之后，大家看一下啊，是先是这个板块。是什么呢？是一个模板，它这里大家看我这个左最下面这个底方，滑一滑模板是吧？还有一个这样子的相机素材，还有一个我的，对吧？一共五大类啊。我们就先从这边来吧。我想问个问题，这个是必须要注册以后才能看得见这种东西吗？我好像看起来跟你不一样啊。你看到的货不一样吗？是不是需要登录一下？
OK， 那我得注册是吧？意思是？应该是需要注册。OK， 对，就是，大家先看我这就好了。这个 OK 好。对对，先看我们这就好了。然后我们先看最左边这个啊，滑一滑。哎，对，如果中间有这个，还有这个Zoom的朋友，如果要进来，大家提醒一下我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先滑到最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吧？我点最下面的哪个，它就会变成黄色的，对吧？你看，是吧？选哪个哪个会变成黄色的？哎，我们先选这个滑一滑，这个功能先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就相当于大家的这个 YouTube。对吧？还有像这个 TikTok， 还有抖音，哎，是差不多的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看往下滑，哎，它为什么叫滑一滑？我们滑一滑就是看一看，哎，这个其他网友们发的这个，你看他们发的这个照片是吧？他们分享的这种各种照片，哎，特别好看啊，是吧？各种类型的都有，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板块啊，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小社交平台，对，一起来分享这个大家拍摄好还有制作好的这个照片啊。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个想玩的话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好吧。好，我们最后面这个模板，右边这个模板我们来点开看一下。这个模板里面呢，这个是特别好用的啊。为什么我说好用呢？就是它这里面有很多种这个网友们然后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好看的这个模板。你看比如这个，它是不是这个模板里面有这个蓝色的小星星，对吧？还有这个钻石飞机，是吧？一些好看的贴纸，这是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我说它方便，方便在哪儿呢？比如大家你看，你滑到底下了，是不是这个模板功能里面，哎，你找到这个自己喜欢的这种，这个网友们制造好的这种的，做好已经做好的这种的模板，哎，对，我们就可以点进来，看，比如啊，找个这个小星星吧，这个吧，哎，这儿我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它这个软件可能是有一个这个会员的制度，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不需要去开这个会员，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很多模板都是免费的，几乎80%的模板都是免费的。所以说大家不需要去开这个会员啊，然后大家去找模板的时候找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模板右下角有个这个闪电了吗？这个闪电，这个就是免费的啊。你像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女孩后面这个右下角写了个 VIP， 这个就是需要付费的，因为这个可能是人家这个自己设定的比较好看的这样子的模板，对吧？人家原创的模板，哎，可能是你要是用我原创的模板，你就要付一定的费用，对。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这儿给大家强调一下，大家不需要去点这个 VIP 的啊，我们直接点这个闪电，右下来有个闪电的这样子的这个图标，我们点进来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模板，这个小星星是人家们做好的。来，他我说它方便，方便在哪儿呢？我们点这个立即使用，哎，然后放一张我们想要替换的这个素材。比如我们找个小姐姐吧，比如这个，看进来之后，好，看到了吗？稍等一下啊，大家再来一遍，我们点立即使用，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照片，对吧？你想要套它这个模板的照片，看我们进来之后，它直接就会我们套上这个，是不是？刚才那个照片里面就是网友们他们做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好看的这样子的模板啊，所以说大家直接在里面这个套取就可以了。然后想保存的话，我们点这个右上角有个保存啊，右上角有个保存。当然了，它这个模板里面的这个东西是可移动的啊，大家看是吧，它这个模板里面的这个相当于是一层一层模板，我们可以去换位置，对吧？我们可以去换位置。然后呢，这个字体也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看，从这就是怎么去点啊，就是双击一下它这个字体，哎，双击一下字体我们就可以去打啊，好好学习是吧，我们就可以去打是吧，它这个字体，但是这个字体是不可以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是人家这个已经给你设定好的，对吧？已经设定好的字体，它属于是一个模板了，所以我们挑好自己喜欢的我们再去修改啊。可以，但是这个可以随便拉位置，对吧？可以随便拉位置，然后包括这个，是吧？这个
上面的这个各种信心，我们也可以去调，也可以去换位置啊。好，这个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模板的这个使用啊，特别方便。我们只需要找这个免费的啊，再强调一下，就是是不是有人要进来？好，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这位朋友进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啊，这是模板的一些使用。我们进来的朋友再注意一下啊，这个它里面这个模板的使用呢，里面有这个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有闪电的，还有这个写个 VIP，VIP 我就不说了吧，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付费的啊，因为这个是人家们原创的，对，然后当然了，这些有的也是他们原创的，但是可能分着类别了吧，你看像这种 VIP 的可能好看一点，对吧，然后这种免费的相对来说，哎，是比这个付费的稍微是吧没那么好看一点，但是也够我们使用了啊。好，这是我们的模板一个简单的使用，然后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吗，我划的这一栏这边有很多这个选项啊，看有天空是吧，涂鸦，有各种啊，这个是这个台词类的，我们可以去选气泡是吧，夏天各种各样的，对吧，有很多啊，大家划一划看一看，明星同款是吧，有很多，哎，这就是我们那个模板的使用，哎，注意一下就是右下角去找闪电的就好了。好，这个我们主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我们中间的这个啊，中间这个黄油相机，看到了吗，划一划模板右边是一个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图案，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找一个这个随便找一张照片。好，看我们这个小姐姐啊，我们找一张这个小姐姐的照片。首先呢，我们进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界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哪些呢，是这个布局、模板、滤镜，对吧，调整、加字、贴纸、画笔，哎，一共是这么几个这个功能。然后我们从第一个就开始吧，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好吧，那个皇冠就不说了啊，这个是会员，这是会员啊。我们往后看这个布局，布局呢我们看它分为了五个是吧，五个这个类型，我们挨个来看一下。第一个白边，白边是干嘛的呢，我们看一下白边是不是，由于是我这个照片的背景也是白色的啊，所以说大家看的不明了。然后我们后面说到那个最后那个背景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好，我们来看白边是吧，我们点一下有个白边，这样吧，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更明了啊，更清楚更明了，大家稍等一下，然后我从这个最左边来大家看啊，是吧，我点一个这个白边，然后呢我们点完这个白边，其实我们要干嘛，这个白边是干嘛的，其实我们是要给它加这个画面的这个比例的，画面比例的。然后我们再往后看画布比，这个是干嘛的，我们就可以选这个画布的比例啊，画布的比例，比如你选1:1对吧，4:3，一会儿再给大家说这个画布是干啥的啊，比如我们选个3:4，哎，3:4。好，再往后看，这是画布，然后我们再往后看旋转，旋转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照片进行一个这个每次90度的一个旋转。为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们导进来是这样子的，我们让它这个正过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找这个旋转，哎，把它放正。好，这是我们的简单的一个旋转。后面这个翻转是干嘛的呢，就相当于一个镜像，哎，是吧，镜像的一个调整，对吧。好，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背景，哎，背景就是刚才和前面这个填充还有画布比他们就有这个挂钩了，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旁边这个红色的这一块区域，我现在这个黑色这一块区域，它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画布的比例。来，我们来看，从这样看你应该更明了，可以看到吧，黑色的就是我们刚才设定的颜色，对吧，然后我们这个，这是我们的画布，哎，大家可以看到吧，然后填充，对吧，填充之后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背景，我们来看啊，对吧，这里可以调你的画面啊，就是有的朋友喜欢往这个照片旁边就是添加一些这个好看的图案，
哎，再往后说这个背景里面啊，它是不是有这种，这个纯色的，对吧？有纯色的，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颜色后面有这个小皇冠的，我们就不考虑了啊，它这也是付费的。好，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这个，这个上面的第二个是一个这个，这个相册这么一个这个图片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看到了吧？我给大家点一点，大家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个小图标，这里面是干嘛的啊？它这是官方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图案，哎，以图案为这个你的这个画布的这个样子样式有很多种啊，大家看一下，是吧？有很多种，但是我感觉啊，我自己感觉不是特别好看啊，不是特别好看。好，我们再往后走，这个就是我们布局里面的这么一些这个东西啊，是吧？很简单。我们一点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里面的功能，其实并不多，这个布局里面的功能不多，它就是为了调整一下我们照片的这么一个比例啊，对吧？还有一个背景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好，再往后走，哎，这个后面是什么呢？其实给大家说啊，这个模板，它相当于刚才大家记得我们刚进去，然后滑一滑右边是不是有个模板？它只不过是把那个模板里面的东西给我们缩在了这个里面啊，缩在了我们这个里面。这个模板里面很方便，对吧？比如我们选一个，哎，你看它这个上面就写的是这个期待每日都有惊喜发生，是吧？惊喜发生，然后是吧，包括这个滤镜是它这个设定好的，包括这个字体是它设定好的。比如我们再来一个，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完全的和这个底下的图案是吧就一样了，各种各样的啊，你看是吧，就是模板的一个应用。然后我们看一下，哎，大家稍等一下，有人要进来，好像已经进来了，嗯，好，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们再往后走，是吧，这个功能也特别方便，我们一点它自己就套进去了，对吧？那你看啊，大家看有各种各样的，当然了，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字体，比如这个吧，上面有字体，对吧？我们可以去移它的位置，是吧？我们可以去移它的位置，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双击，哎，双击一下，我们可以打字，好好学习，是吧？我们也可以打字，大家看一下，对吧 ？I love it， 然后底下这个都可以进行改变啊？怎么改变？就双击就可以改变这个里面的内容，字体的内容，文本的内容，对，然后。单拉可以拉它这个位置，大家这里注意一下啊，可以去调的。好，我们把它这个滤镜先去掉，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继续往后看。然后如果大家不想要滤镜怎么办呢？不想要这门滤镜怎么办呢？我已经放上去了，我不想要。我们滑到最左边，看到吗？有个更多，有个一键 P 图，这个这就是我们初始的样子啊。好，这个模板我就不过多说了啊，大家有喜欢的在里面套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模板如果真的是大家特别喜欢这个模板，第一我们不用再去做过多的这个修饰了，因为它已经是这个现成的，对吧？第二呢，就是如果有想加字的话，我们直接改它的字就可以了啊，直接改它的字就可以了。好，我们再往底下说啊，再往下面说，再往后看是一个滤镜，对吧？模板右边是滤镜，我们最下方啊这一排滤镜，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也特别有意思。你看我们点这个日常，对吧？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图调的大一点点，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点。再来一下，好，我们看这个滤镜，对吧？滤镜，这是我刚给大家说的，为什么就是我说你拍一些这个特别正经的这种建筑物呀，或者是这个山山水水呀，对吧？这些的我们用那个上一节课学的那个调色的软件来调。这个呢就是我们调人像比较好看一点啊，就是调这个我们自拍呀，对吧？或者拍这个人物像比较好看。来，我们这个滤镜里面，我们看它分的有日常、实物、氛围、特效、风景、室内、复古，对吧？这给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日常呀，还有这个实物氛围，这个不是说
我拍了一个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对吧？我就要用食物去进行一个调节。当然可以去用，但是并不是说它是绝对化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拍了一个这个早餐，对吧？有鸡蛋呀，有牛奶，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食物里面找，对吧？你看它有这个早餐，专门有设定的这个早餐，但是我们不是不可以用别的呀，我们也可以用别的去进行一个修饰呀，对吧？就这么个意思啊。相通的都是根据大家这个拍好的这个照片来进行设定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滤镜里面啊，比如这个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啊，人像一，人像二，对吧？它这还分的等级，什么等级呢？像一就是看的就是比较颜色轻一点，对吧？然后二呢可能就是哎颜色比较鲜亮一点，对吧？这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你要让我给大家具体的说这个人像它这个颜色什么有什么区别呀，什么长了短了，我还真给大家就是描述不清楚啊，只能说是大家看，我们去点一点看一看，哎，能发现一些变化，然后具体的还得大家用大家雪亮的眼光去对自己的照片是吧进行一个审核，大家得去看。哎，我就觉得因为一个人一个眼光嘛，对吧？嗯，比如我就觉得哎，这个我这个人像我加个这个奶油色挺好看，我加个这个暖调挺好看，对吧？有的人觉得我加个这个人像一好看，人像二好看，这都是取决于大家啊。好，然后我们来看，继续往后走。还有这个，这是我们人像里面的啊，我们看这个食物有哪些。哎，对，少了一个这个日常食物，对吧？食物大家可以看啊，还有这个新鲜，对吧？新鲜，然后有这个早餐，然后还有美味，对吧？我们来看啊，还有这个糖果呀，下午茶、午茶，这个它各种滤镜啊，这个都是官方调好的滤镜，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好，这是食物里面的一点点内容。再看一下氛围，氛围这个大家可以看啊，有这个暗色调呀、蓝色调呀，对吧？蓝色调、绿色调，有很多啊。它这个就是一个颜色的一个处理，对，它这个氛围就是一个颜色的处理，对吧？我们来看，还有灰色调。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拍人像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灰色调。哎，这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选中这个滤镜之后呢，我们点击一下我们选好的滤镜，它会出现这样一栏，这是干嘛的啊？它会默认是100%，或者有的是默认是90%。它这个就是滤镜的一个这个强度，越高呢强度越高。大家看啊，哎，我滑的越低，它这个数值越低，哎，我们这个滤镜的这个效果就越低，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啊，调一调，如果大家觉得进来这个滤镜哎呀太夸张了，我们就可以调呀，对吧？而且这个滤镜啊，我又特别喜欢这个滤镜，但是我进来点一下之后太过了，对吧？这个样子太过了，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调，对吧？稍微调一点，哎，调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灰色的这个其实这个灰色啊，它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颜色，但是感觉这个灰色还是能衬托出这种这个人的气质的啊，这个人的气质的。好，我们再往后走，这个特效，哎，特效这里面很多女孩子就比较喜欢啊，它这个里面好像就只有一个碎钻，碎钻二的话可能需要付费，这个我们就不考虑了，看它需要付费我们就不考虑了啊，这个也够我们使用了。包括我们进来之后看可以调这个碎钻的这个颜色呀，对吧？也可以调它的这个这个清晰度呀，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碎钻的一个这个功能特效。好，我们再看这个风景，哎，这个风景里面的这个各种样子也是特别好看的，你看它有这个宁静，对吧？有这个野餐，各种各样日系，对吧？花园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选啊。好，这是风景这一类，我们看一下室内啊，室内有很多，这些后面我就不具体的去给大家说了啊，大家只需要知道，大家选好这个，不好意思啊，我把微信退一下，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面我就不具体的去给大家挨个的去说了啊，这个因为我说再多它都是大同小异，只不过进去就是点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子，对吧？再点一下去调个色，调个色就可以了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各种各样复古，哎，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后面有个边框，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如果喜欢这个，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哎，我加个这个相册的边框，看这种类型的，在这里面啊，这里面就可以有，但是它很少啊，很少。
然后比如这个拍立得的这个照片，对吧？拍的照片，我们来看，是吧？而且这里是可以移动啊，大家如果加上这个特效之后觉得遮住这个人的脸了，我们看点击这个屏幕，我们去滑就可以了，去拉就可以了啊。大家注意这一点。好，这是我们滤镜的这一部分啊，滤镜的这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有个调整，对吧？滤镜一般是调整，调整这个里面也比较好玩啊。你看，大家来，这个女孩子也应该喜欢。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美颜，美颜我就不说了吧。你看啊，我们美颜第一个瘦脸，是吧？调，是不是尖下巴？看把我们这个女主持玩坏了啊，玩坏了。我们来看啊，20，对吧？我们往上调，她下巴就越尖，对吧？女孩子应该特别喜欢啊。当然，我们男孩子爱美的男孩子，我们也可以来调一调，对吧？但是不要太过啊，不要太过。我们来看下巴，对吧？瘦脸，我们看下巴，对吧？下巴它会收一点点下巴，这个是应该是双下巴的一个处理吧。再看这个大眼，对吧？大眼的一个设置。再看一下美肤，美肤就是其实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得更亮一点，更细腻一点啊，整体来说比较细腻一点，对吧？这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调的太高啊，调的太高会比较假，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数值就可以。好，再后看那个红润，红润整体来说就是让你的色，这个皮肤的色泽，对吧？更有一点血气那种感觉，哎，对，对吧？这是红润，调一点点，好，是吧？这是我们这个，美颜这里面的功能。我们接下来看右边这个曝光，看一下曝光啊，曝光这个上节课也给大家提到了，曝光所有的软件里面曝光都一样啊，调的越高，是吧？越亮。调的越低越暗，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照片啊来进行一个选择。如果大家拍的时候呢，这个颜色这个光包括色泽过曝了，对吧？调低点，是吧？如果大家拍的特别黑，我们调高点，调调亮度就可以了啊。好，这是我们曝光。再看对比度，对比度大家要看一下啊。对比度其实就是一个我自己感觉啊，我自己认为就相当于是你的这个人物的主体，对，人物的主体和这个背景它之间的一个这个协调的关系啊。你看调的越高，背景和这个人物之间，是吧，就越亮，调的越低，哎，就越暗。这里是根据大家的这个选择喜好进行一个选择啊。再往看这个饱和度，饱和度我也不说了，大家看调的越高，是不是这个颜色整体来说，哎，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光线嘛，基本的光线不就是红绿蓝，对吧？红绿蓝。然后我们再往后走啊，大家往后看，这是我们的饱和度，哎，饱和度其实也是调一点点就可以了，让这个主持的衣服，哎，更加鲜亮一点就可以了。好，再往后看这个色差，色差大家看到吧？它这是这个。锁着的啊，它这个是 RGB 曲线，我们上节课也说过 RGB 曲线，锁的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啊，因为这个也没多大用，因为就算你去开了会员，哎，去点这个色差没啥用啊。好，再往后看褪色，褪色我就不说了吧，褪色就是让你这个照片整体啊，这个颜色稍微暗淡一点啊，对吧？如果有的人喜欢这种灰灰的调，我们也可以去做这种照片啊。褪色，对吧？让这个照片显起来就是，有种回忆的感觉呀，对吧？我们就可以调调色，褪色啊。好，再往后看这个颗粒，你看啊，比如大家就可以，而且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你看，比如大家褪了色之后，再加点颗粒，是不是有种那种老照片的感觉？是吗？老照片的感觉，它这个都可以互相的去这个，结合啊。你比如你，大家不要看是我放了之后我又归零了。然后我再去进行下一个的讲解，因为啥？因为我想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所以说大家每个值都可以调，去进行一个调节，对吧？你比如你这个，你褪色褪了100，哎，我们点对勾保存，你的颗粒啊加了50，哎，对勾保存，哎，模糊度是吧？模糊度加了人的脸上加点模糊度，哎，点对勾，是不是？这三个这个就运用起来了，大家而且可以看到它特别这个细致啊。我们加的这个每个里面的数值，它会体现在我们这个
功能栏的这个看，比如褪色颗粒模糊上面有加100加56加22，这是我们刚才调好的值，对吧？哎，特别好啊，而且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这个相机的这个人像的一个效果，对吧？让我们后面的背景虚化，但是这个就是只能是圆的啊，因为它调不了什么长方形呀或者是椭圆形，所以这个根据大家的需求进行一个设定。好，再往后看这个锐化，先重置一下啊。我们看锐化，锐化这个功能主要是干什么呢？就是调节细节的地方，这个功能啊，调节细节。什么调节细节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在拍好这个设定好照片之后，我们最后点进来这个锐化，我们最后可以点进来锐化调一点点值。这是干什么呢？这个是让我们的这个照片更加清晰一点，让它的细节更加突出一点。对，我们可以调点值，对吧？保存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更加细致一点，就这么简单。哎，对，好，我们再看这个色温，我们再来看色温啊，色温无非就是越高是吧，色温我们来看高点儿，哎，整体来说比较暖一点，低点儿比较冷一点，对吧？然后色调，包括色调就是它是一个这个颜色的一个处理啊，越高看这个颜色，整体来说这个某一个颜色是吧，整体来说更加鲜艳一点，越低是吧，它就偏那个不是特别亮的那个颜色一点啊，大家这里注意一下。好，我们再往后看啊，再往后看，这个是我们调整的这一栏里面，对吧？你然后其中这个包括了有美颜、有曝光、有对比度、饱和度、褪色、颗粒是吧，模糊、锐化，还有等等等等，后面还有这几个没说到，然后简单给大家再说一下。HSR 还有这是干嘛的啊，这个大家看一下，稍等一下啊，大家刚才应该是我调了一下大小，咱们从点进来看一下。好，这个 HSL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就是相当于调的是什么呢，调的就是你这个也是照片的一个颜色，照片一个颜色，比如你再来看啊，底下这一栏呢可以选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吧，有这是什么色呀，这是橙黄色啊，对吧，还有淡黄色，然后绿色、蓝色、紫色，对吧，这是干嘛呢，底下这个是可以选择颜色，比如你想调点绿色，来往上拉，对吧，往上拉一点，结合一点照片，整体来说这个绿色的部分，哎，它就会稍微稍微重一点点啊，稍微重一点点。好，这个也是根据大家的喜好啊，根据大家需求在这里面进行一个这个调整，对吧，大家可以看我选的紫色，我低点呢是吧，这个尤其是衣服，因为衣服它是自己带颜色的啊，所以调这个色的时候它会特别明显是吧，高点是红色，对吧。好，再往后走是这个高光，对吧，高光就是体现你这个人面部，对吧，我们这个女孩子应该都知道高光是吧，让你整体来说这个人的面孔更加细致一些。哎，好，再往后阴影这个我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照片阴影的部分它会给你消除一点，越高呢就是消的越少，但是其实有点阴影还是比较自然的啊，比较自然的。再往后看这个暗角，暗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照片整体照片它这个四周，哎，大家看啊，我调一下，它会有是不是这个变暗的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效果，相当于一个特效吧，对吧，特效。这个呢其实它整体来说大家看这个照片，对吧，我们加高点值，有一点点这个暗色的这个角，整体来说其实还是挺有质感的，对吧，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女主持加上这个一点点的暗角，对吧，整体来说这个照片还是比较有质感的啊，比较质感的。好，我们加一点，这个就是我们调整的这一栏的这个功能啊。我们再往后走是这个加字，哎，这个加字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喜欢往这个照片上面就是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话啊，让照片更加丰满一些。然后我们来看我打字呢，刚进来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底下有很多这样的字体，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们双击屏幕，哎，就可以对字进行修改，比如说我们写一条文本啊，像这个乘风破浪是吧，这两天这个乘风破浪我不知道大家看没，乘风破浪小姐姐，对吧，
好，点击对勾，我们一个手指头就可以进行这个拖拽，对吧？程鹏老师姐，这儿有很多人问了，你这个字儿打上去我就看不见呀，因为它这个背景是白色的，对吧？字儿也字是白的，背景也是白的，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个小画板，对吧？小画板，然后我们进来呢，可以找到它有这个各种颜色啊，你看有绿，这是几种基本的颜色。好，然后底下呢有这个阴影呀，有描边，对吧？有背景。哎，我觉得这个你看背景就是加了一个白色的背景，然后当然也可以去调一下，对吧？可以去调一下。但是我感觉这个描边还是不错的啊，描边还是不错的，是吧？描个边，这个字体还挺可爱的，是吧？啊，比如我们加一个乘风破浪小姐姐，对吧？哎，也可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这个就和 Word 呀什么里面都一样了，大家可以看它有这个左对齐、居中对齐，对吧？横向、竖向，我们看竖向，对吧？竖向，哎，好，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底下还可以调行间距呀、字间距，对吧？字间距，看我可以去进行一个调节，对吧？好，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字体的调整啊，调整。然后我们这儿还可以调这个透明度，大家看，我调的越低，字体这个透明度就越小，对不对？哎，我们稍微加一点点啊，稍微降一点点。好，这个就是我们字体里面的一些这个设置。然后当然你可以加很多话啊，还可以加很多话，我们往上打字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这个字体的，哎，字体的一些这个设置。然后大家点击这个颜色右边看见有个这个商场，哎，小商店，哎，这样子一个这个功能，这里面也是有很多免费的字体啊，有很多免费的字体，对吧？我们找这个字体来看，比如你看有已安装的，是我安装了的，对吧？大家还可以看到有这个掏钱的，对吧？这个也是没必要的啊。大家往后看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是吧？我随便给大家点一下，大家让大家看怎么用啊。比如说再给大家找个这个，找个这个吧，文乐古典，我们点击一下免费下载，这样呢就可以下载到我们的这个刚才字体里面啊，字体里面。好，我们返回来看一下，我们点新闻本，然后找字体，是吧？刚才就有我们下载的这些，对不对？好，我们再往后走啊，这加字体，简单的一些字体。然后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花字，看这是新闻本，是我们自己设定的一些字体，我们可以点这个花字，是吧？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这个调试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字体模板啊，也相当于是这个模板。这儿也需要分清楚，右下角有这个小皇冠的，有小皇冠的是需要付费的，我们就不要考虑了啊。然后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很多种这样子好看的。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再找个字体啊。大家也可以，如果下好的话，在手机上点一点。看，像这种印章类的啊，来，我们打一个，比如说李泽峰，就我的名字吧。大家稍等一下啊，手机有点卡，把这个删掉，点花字，然后我们找个符合我们加这个字，肯定得找符合自己这个照片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字体啊，我们找一个再。刚才那个不太符合，比如这个字幕吧，字幕我们选定一个这个复古的字幕吧，我们来个这个。好，然后我们双击屏幕，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修改啊，字体修改。我们打句什么话呢？乘风破浪小姐姐，底下写个天天向上吧，对吧？天天向上，好，天天向上，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把它移到下面来，对吧？移到上面去，放到下面吧，上面有点挡你的头，对吧？看，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哎，放到中间，我们看一下，也可以放到旁边，对吧？哎，稍微打这么一个字啊，也可以加花字。好，这是我们字体的一个设定。我们再往后看看这个贴纸。贴纸有哪些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添加，看一下啊，看
是不是我们来个搞笑的啊，来个这个眼睛是吧，是吧，比如说放个眼睛看着他，哎，乘风破浪小姐姐，哎，看着自己，对吧，我们放个小眼睛，也可以放这个，大家可以往下拉啊，你看底下有很多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底下这些都是免费的，右上面有这个星星的，这个应该是付费的吧，对，然后我们看有马赛克是吧，这种都是已经为我们设定好的一些这个图案啊，一些图案，加个这个，哎，大家看一下，也可以去移它的这个位置啊，可以移它的位置，我想要这个位置，好吧，好，大家看，这是一些好看的贴纸，然后这是点那个中间的添加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点击右边那个同色系列纸，对吧，这些小花给大家添一个，大家看一看啊，小花对吧，还有这个，这个是啥呀，这个是属于一个渐变色的这样子一个图案吧，对吧，波点图案，我们找一个花吧，我觉得花还是比较好看的，好，我们选择一个花放到这里，对吧，大家可以去放一下啊，这个我感觉加的太多了，我就不加了，跟大家说一下可以去加啊，好，然后再往后看这个画笔，哎，这个画笔功能也是特别强大的啊，比如说什么呢，你看啊，大家看它底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可涂鸦的这个部分，相当于咱们手动涂鸦，比如我点个这个星星吧，大家看一下，很明显看啊，对吧，我们可以手动的去画，画在我们想要的位置上面，对吧，画在我们想要的位置上面，我们还放一些别的，我找一个啊，在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这个星星点点的还是比较好看的，对吧，咱们女孩子们，哎，咱们稍微扫上两个这个小星星，对吧，好，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个涂鸦啊，然后我们再往后看还有什么呢，底下还有各种可爱的这个，也相当于是小贴纸，但是呢这是我们画出来的，比如我们再找一个可爱点的这个小图案啊，找个什么小图案呢，找个一个水果吧，找个水果好不好，来我们看看，哎，大家看，这是我自己画进去的，对吧，好像有点歪，再来一下，天天向上，我们点击画笔啊，然后再选动一下这个，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吧，这些也可以自己去画啊，可以自己去画，然后呢我就添加一个这个小星星算了，我再添加个小星星，有点丑啊，大家不要介意，我的画工不是太好，哎，手残，好了，就这样给大家展示出来吧，大家看，是吧，这里面功能也有很多，为什么说让大家看这个软件呢，大家刚才有很多人问了啊，它其实这个就是玩法比较多，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啊，但是又有很多人问了，就是说你这个哎，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功能就已经讲完了啊，我们就怎么保存呢，我们点右上角这个去保存，对吧，这里呢它会就是让你去发布啊，就相当于让你发布，但是我们不需要发布，因为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软件里面的社交这个小平台呢，我们就不需要去发布，如果大家点了右边这个发布，我们就发不出去了，所以我们只需要点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哎，大家看一下啊，我保存一下，是吧，它就会为我们保存到这个相册里面，是吧，这个就是刚才做好的这个，是吧，本来特别端庄的一张照片让我给改的，是吧，有点这个活泼可爱的感觉，对吧，好，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放张照片试一试啊，咱们这节课的这个功能就已经讲完了，大家有没有哪里没有听明白的呢，有吗 ？Hello， 没有，没啊 ，Hello， 没有是吗？没有，没有，嗯。是吧，这个功能还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学这个。哎，老师，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讲的那个黄油相机和昨天那个前天那个 Snapseed 好像都是差不多，都是能够美颜呀，改很多，就是做编辑啊这些照片优化，那什么时候用哪个，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是您进来的比较晚吧，刚才我有说过啊，刚开始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 Snapseed 啊，这个是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大家后面用了没有，它特别专业的一个这个调色的软件啊，你看它特别专业的调色的软件，你看它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我点开这个功能里面呢，这些功能呀它其实都是特别怎么说呀，那个词儿叫个就特别专业性的这个调色啊，你看特别专业性的一些调色，包括这个看数值呀，还有高光色呀，对吧，它是倾向于专业这一块的。然后我们这个黄油相机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属于一种这个玩法比较多比较好玩，然后就是可以加一些可爱的是吧，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贴纸呀，还有这个效果呀，对吧，而且它这里面可以套这个模板，我们可以套这个别人做好的模板，对吧，这也是一个功能。然后相比来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黄油相机呢，比昨天那个更加玩法更加丰富一些，是吧，玩法更加丰富一些。然后像那个 Snapseed 呢， Snapseed 呢就是更倾向于大家拍一些这个特别正经的，比如说这个山水，对吧，比如说这个打个比方啊，比如故宫博物馆，对吧，像这类型的，哎，就是我们可以去用那个软件进行一个调色。但是像这个我们平时自拍啊，对吧，我们自拍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软件进行一个 P 图，对吧，加一个滤镜进行一个 P 图，它会给大家有很多提供很多这样子免费的这个滤镜，对，滤镜还有这个大家可以看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是吧，滤镜就有超级多的这个，但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滤镜它就那么两种，看就这么一些，而且它这里面的这个样式啊也是特别专业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有黄油相机里面这个就不一样了吧，它这些这个滤镜就不一样了吧，它倾向于是这种哎更加日常一点呀，对吧，更加趋向于日常化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软件，哎，就这样子啊。好的，谢谢。还有其他问题吗？黄油相机是不是国内现在唯一的一个做这个照片 P 图的软件啊，还是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美图秀秀，有吗？美图秀秀。我看了国内现在国内那朋友发那上面一个个都是嘟嘟嘴，然后全是美颜的，我觉得看着挺假的。所以说哎，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让大家下黄油相机啊，大家看刚才我做的这张照片，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滤镜呀包括色彩就是感觉很假的部分，还好对吧，但是你像你的国内的朋友他们应该用的是什么去做的啊，用的是这个美图秀秀，大家应该听说过啊，美图秀秀。为什么不给大家推荐美图秀秀呢？因为美图秀秀出来的这个照片，第一它会掉一点点帧，它会掉帧，出来的照片不是特别的清晰啊。第二呢就是美图秀秀啊，它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就是放进去一些就是我们刚才加的这些，你看像这些东西啊，对吧，它加出来的就是比较假，就是您刚才说的比较假，哎，一看就是假的，对吧，就是 P 过的。像这个呢还是就是你加个滤镜，哎，大家知道说是哎你这个照片加了一个滤镜，但是很少有人会说你哎你这个照片好假呀，对吧，它不会这样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然一点，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个黄油相机。对，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哎，老师，就像有没有一个这种功能，就是比如说像这张照片，这个女士坐在这个椅子上，能不能光是把她这个人给她弄出来？就是说，但是那个椅子，就是说把那个椅子可以换一个沙发或者什么，就是那个可以换吗？可以光把这个人给她弄出来吗？有这样的功能吗？您这个想法就比较超前，超前，太超前了。咱这个Photoshop 是吧？那个啥不？您这个可以实现，但是呢，咱们这个手机上是不可以实现的，因为对，咱们需要用到那个专业的 P 图软件，比如 PS 呀，对吧？那些软件，对，进行一个抠图，它那个需要把那个有那个椅子的部分抠掉之后，换另一个背景，对，它需要这样子。好的，对，好的。哎，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了是吧？
针对这节课没有了啊。好，那就是再给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咱们这节课下来呢，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知道，我们前几节课说的是这个拍摄方面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前期拍摄好了一些照片，对吧？拍摄好的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后期呢，如果不进行一个调色的话，可能有些照片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看。所以说呢，为了让大家在拍摄好自己照片之后，还能在就是前期拍摄，后期是吧，修一修照片，所以给大家推荐了这两个软件啊，也让大家学习一下，去运用一下，操作一下。对，所以说，咱们下节课呢，好像就是最后一节课了，对吧？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在下节课之前，下节课之前，然后发一些自己的作品，发一些自己的作品在群里面啊，发一下自己的作品在群里面。所以说大家可以积极一点，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对吧？可以给大家找一下这个他们拍的这个啊。找不到了，就是我们另一个班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特别积极啊，就是已经发了很多照片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所以说大家也积极一点啊，大家也积极一点，然后平时呢拍好照片，做好照片，我们就可以分享到群里面，然后我们最后一节课我们上课可以一起来讨论讨论，对吧？谁的照片拍得好呀，他哪儿拍得好呀，对吧？你自己拍的照片有什么缺陷呀，还可以怎么改正，好不好？我们最后一节课就讲这个。行，可以。好嘞，就是好的。最后我们就是分享课啊，我们最后一节课就是分享课。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前面几次的那个课我大概有两次没有参加，你那个 video 可以那个把 link 给大家 share 一下吗？可以。 OK， 好，就是可能这节课下了一会儿，我给那个老师说一下，让他给那个伟星老师要一个链接，就让伟星老师给我们发到群里面啊。我们是哪几节课没上呢？我是昨天没上，然后还有第二节课没上。昨天没上，第二节课没上是吧？好，不是昨天了，就是上一节课没上，上一节是第四次是吧？好，知道了，就是 Snapchat 对吧？然后还有第二节课没上。对，好好好。其实第一节课也没上，但是那个第一节课好像伟青他已经把那个 link 发出来了，所以好，知道了，我给他说一下，让他给大家发一下，因为他这个我们是用的这个 Zoom， 但是这个他这个手机端还是这个账号端还是在他那边的啊，所以说让他给大家发一下。 OK， 好的，好，谢谢。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了，谢谢。没有了，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下节课就分享啊，分享照片。好，没有的话就是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后续我们在群里面我们就是一起讨论一下，对吧？也可以提问，好不好？好，好的，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的，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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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